爸爸去哪儿这一节目不知捧红了多少星二代，当年的小不点们也到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其中变化最大的便是曹格的女儿 Grace， 她在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时候长得肉嘟嘟的，被网友评论说是包子姐姐，她自己也曾辩解说我没有胖嘟嘟，只是我的肉很多。节目中小小的 Grace 非常萌，获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，明明是家里年纪最小的，却偏偏喜欢别人叫她姐姐。近期曹格晒出一组照片，照片中曹格和女儿 Grace 一起在动物园游玩， Grace 还是一如既往的长发，只是扎着高马尾，她身穿红色连衣裙搭配着黑色高筒袜，看起来十分会打扮，虽然蹲在地上，但也能看出她继承了妈妈的大长腿。细看之下发现 Grace 早已褪去了婴儿肥，九岁的她已经是妥妥的小美女一枚。有网友调侃道，一家四口曹格最丑，真是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啊。大家如何评价，欢迎留言评论。